全美最大华人商业信用卡服务商，美名的美信商务，日前举办了记者会，欢庆公司迈入20周年里程碑。与此同时，还宣布他的关系企业将同步发表自行研发的云端点餐系统，为全美广大的商家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。年年创造销售佳绩的美信商务，自1996年成立以来，专精于协助各类型商家的多元化支付工具。近年来更是积极结合新科技的发展，以卓越的专业能力研发出更便捷的系统。美信商务总裁 Christian 表示，支付科技的应用日新月异，除了持续专注核心本业，通过跟商业伙伴的合作来提供更多支付解决方案，以回馈他们对美信商务的信任与支持。我在这几年呢，得到了很多的朋友的支持，陆陆续续来参加我们公司，加上我有一些专业的经理，然后来协助我领这个团队。随着美信商务越来越成熟，加上支付的这个企业呢的竞争越来越严重，那我们一直想说怎么样让去研发更多的这个solution 来去帮助我们的客人去解决他们的商业的服务的问题。而在本次会中，美信商务展现了最新独创的 ShareSuite 云端 POS 点餐系统，不论是预约定位、管理菜单、及时后位通知和桌次安排，各种功能都一应俱全。尤其是在大概在6年多前的时候，USBSI 已经发现到，就是说当时餐馆呢，并没有对这个电子化商机这个东西、这个潮流有注意到。那我们在当时呢，就开始进行这个电子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发展的方向。那将近2年前的时候，ShareSuite就正式独立出来，成为一家公司，专门在帮这个餐馆能够解决这个电子化商机的这个部分的带领。那 ShareSuite 的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说，我们从网站到这个店面的管理，我们有一个整合的这个系统来帮助餐馆的商家。领导上百人团队的美信商务，除了帮助商家与新科技的快速接轨，更可透过团队的创新创造更多的商机。中望电视采访报道。